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2017年 Lexus RX200T F Sport， RX 是 Lexus 旗下的中大型 SUV， 那前方门可以看到高字型的日行灯以及鱼眼头灯，前保杆上有驻车雷达。那 F Sport 是 Lexus 旗下的运动版的一个车型，包含它的空力套件、铝圈或者是底盘，都是有经过 F Sport 的调教。后方我们可以看到 LED 尾灯以及 Lexus RX200T 的字样，排气管配置是双边单出，后保杆上有倒车雷达，上方有铝制的旅行式支架。那四个车门都有明钥匙启闭车门锁。那我们看一下内装气氛，后座的车门气氛，然后后座的内装气氛，后座出风口以及通风座椅，包含它的遮阳帘 ，F 版专属的全景式天窗，整体的后座一个角度。前方有三组的记忆电动座椅，前方的座椅气氛，前方的视角，驾驶座的座椅气氛。好啦 ，F Sport 有专属的方向盘，F 版的方向盘。那因为它是具备通风座椅，所以它的椅子上面都有开孔，是使用真皮座椅，自动远光灯，电动尾门，抬头显示器，然后这边有音响快播键、换挡快播片、感应式头灯、跑时万、数位仪表板、F Sport 专属数位仪表板，然后都有在原厂保养。车道偏移、跟跟车系统、定速、感应式雨刷、IP， 然后导航跟车门湿度环境影像系统。这里有无线充电座跟通风座椅的按钮，驾驶模式的切换。17年的 F Sport 的 RX200T 跑10万原厂保养里程保证，知名品牌的高端喇叭，有兴趣的请把握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